十位长，十位长，中间那先货，中间那先货，旁边那个就是台糖的火车铁轨变成公园，台糖火车轨道变成那个公园，哦，下营上地庙绕境活动，哦，还没有到慈惠堂。还是昨天过了，哦，走这个路可以到那边，哦，还是要出去一样，这以前台糖火车的通道，台糖火车轨道一路啊，就变成那个公园了，设备都移到东南亚了，东南亚的工资比较便宜。像80年代，糖厂又不是设备在移到东南亚，下人上地面，到静活动第二天了。哦，早上了，起轿仪式哦，出轿哦，就三个钟头。连续假日搬家，绕境了很多。台北松山北极店啊，那个都是分灵庙。台中的新北市啊，桃园啊，都有分灵庙啊。